Hello, g a m e r 大家好，我是小易。那我们今天 Marvel Future Fight 呢，今天要来做一个简单的记录啦，就是单纯的简单记录而已。那记录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官方因应了那个中秋佳节的关系，所以开放了一个资源裂缝，那是属于 BOSS 的资源裂缝，那一次是两只哦。那它是以车轮战的方式啦，今天打的话是织物领域。织物领域的话，它是第一只是先打那个那老头，老头打完再打那个星海极灭，基本上这还蛮算是蛮简单的。场地的话就是老头的场地，所以这边的话就要注意一下那个地板上那个黄色圈圈，要自己闪一下咯。那老头死掉之后，星海极灭就接着会在上方出场，那就接着打下去。那这个模式其实没有什么难度啦，就是两只 BOSS 接连着打而已。
这次的话就稍微简单的记录一下，所以就这样吧。